孟姐。来，孟姐。那是哥哥不要停。这句话就是从玉林哥那时候就是来我家，那时候开始红起来。然后因为我平常讲话其实没什么要听，然后所以我只要先讲这句话。哥哥不要停，然后就大家都会开始听我讲。这是孟杰啊，在这行那么多年呢，现在唯一的一句代表作金句，叫哥哥不要停。那个威廉神话呢，是我们去录那个自由搏击啊，然后要打那个沙袋嘛，啊，他在那边打，我觉得他很没韵律感，所以呢，必须要配合节奏。哥哥不要停，哥哥不要停。啊，其实那时候也是稀松平常的一个录影，对不对？没想到网友呢就钟爱这一句话，真的，所以变成他个人的代表的口头禅。我发想的，我那时候也没特别想啊，就是觉得应该要这样子可以凸显出他的可爱。对，那时候没有想到会红起来这句话。孟杰，对，你不喜欢什么惯用语？我不喜欢这一句，你真的很不行。我就是不能跟男生讲哦。哦，这个我觉得男生都不喜欢听到这个，但女生你如果跟男生讲哦，那个很多社会命案都是这样发生的，就是因为女生讲了这一句。对，但我觉得女生应该听到这个也会觉得蛮不尊重人的。你有被人家这样讲过吗？有啊，就是有之前有一次出国，然后因为我们可能就是要吃晚餐，然后因为你可能问大家说，哎，你等下吃什么？大家就会说，哦，都可以啊，没意见。然后但你真的找到一间餐厅，然后带大家去吃的时候，然后可能那时候我找的可能�贵一点点，那时候大概一个人要1000出头，可是因为那大家是学生，就觉得有点贵，然后所以后来就有被反映说，哎，你怎么找那么贵的餐厅都没有问大家意见，你真的很不行。然后我就觉得，可是当下大家也都就是都没有说话，然后都没有反应，然后之后才这样讲。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可以沟通，但你直接说你真的很不行，就是有一种那种否定别人的感觉，而且就是毁掉你的努力的感觉。对啊，对，你认真帮大家找餐厅，然后他却说你被泼冷水。对啊，被泼冷水的感觉。啊，这个你不行，还有一种情况，为什么他否定你过去的种种努力？有时候发生在夫妻上面哦。我们克制自己，不要再跟老婆吵架，对不对？所以呢，他有时候讲话难听，我们以前会反击嘛，我们就忍耐，就忍耐。那这样子一个月，我们觉得说应该好，他对我们要有好的评价才对。不料呢，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就不小心呢，我们那个一句话没 OK 啊，稍微你又大声一点了，好，就说怎么样，这样不行哦。啊，他说，哎，你真不行啊，你很自私哎，你脾气就这么不好，你过去10年来你就是这种脾气。我想说，我已经努力一个月了。就不小心冒出一句话，然后你这样会造成什么后果？然后算了，反正你就是认定我就是这样的人，那就不想努力了。对对。但是这一句话我也会常常讲，你真的很不行，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对啊，我有时候会觉得那个有一些人，他们不会经过他们的头脑再做一些选择啊。我昨天就讲了一次，因为我经纪人嘛，我们就昨天去开会，那他就说我们开完会，他就说啊，你要去哪里吃饭？我说什么都可以。他应该等我，他已经陪着我几年嘛，他应该懂我喜欢吃的东西，或是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他竟然选了一个海鲜餐厅，你不吃海鲜？我都不吃海鲜，他就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连我都知道你不吃海鲜，因为你痛风。痛风，我现在有买药，我 OK 那个。但我不吃海鲜啊，为什么要选这个？你真的很不行。那为什么我问你意见的时候，你都没有讲？不是你应该懂我喜欢吃的东西。他是不是想跟你解约啊？故意吃海鲜餐，他不想跟你吃饭，对，你去吃海鲜。真的，就那你不吃海鲜是真的因为痛风吗？没有，就是因为我就不喜欢吃海鲜。哦。但是他自己的事情也知道啊，我已经讲了好几百次啊，那为什么不能选一个有牛有鸡啊，或是有什么东西？所以最后我就是在那个餐厅就是好好吃菜这样子而已，菜跟饭。哦。然后觉得很无聊。他是不是暗示你要注意健康，就是多吃。吃减肥餐，对啊，那最后还是我要买单。这真的不行哎，真的不行，有没有？这个真的不行。这个是惯用语啦，那比惯用语更严重一点的就是惯用的行为。行为啊，有些人那个行为就是很不讨喜。他这么多年来都没人跟他讲啊，所以他也一直不知道。对，好，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呢，我们尽可能就我们要反省。如果我们有这些行为，我们要好好反省一下。好，孟姐。我是很讨厌有人乱翻我的东西，就是有时候可能亲戚或者朋友来我家，然后可能就会开始翻我的一些抽屉里面的东西，然后就曾经就是有亲戚翻了我的日记，然后还把它念出来，然后对，然后还有他除了我的日记之外，还翻了我的存折，
然后他是蚊子也可以、哦欸、你的机器是我本人是不是、啊、去你家我们那个节目我们那个节目有些单元设计就专门你去翻人家存折不是还有日记日记日记我们那个节目就是直击正妹的家，那我们就代替观众的眼睛，所以呢，就是专门在乱翻人家东西。哎、欸，有时候还会意外翻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收获一些收获。我如果没有翻 Yuri 的存折，因为坊间流传他是那个就是主持大哥的最爱啦，就好像每个大哥都对他很好啊、然后就时不时都会提到他这样子。所以呢，我为了澄清这一切，就是 Yuri 不是靠大哥的包养 ，Yuri 是靠自己的努力呢赚到这么多钱的。所以我查他的存折，看上面有没有说有些大哥的名字汇款给他的记录，啊，证明通通都没有，每一分每一毫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辛苦钱呐、啊，对，对对对，所以我那个目的是这样。哦，对呀、啊，你是要这个，就是要 proof、啊、偷看日记是什么意思？对呀、啊，我没有看到日记啦，没有，那是效果啦。对对对，但是对我觉得就是亲戚就是来，然后看存折看日记就算，然后还把它念出来，就说哈，你这有3000多块。事实上念出来，我觉得很不尊重别人。难道你为什么只有3000多块？没有，那是那一本存折，这还有别的存折。哦，你阿祖等我。我懂你，你每一本都3000，但是你有1000本呢、啊。哪有那么多啦？哎、欸，念日记哈、哦，好啦，我必须承认，我以前也会偷看我老婆的日记，但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玩，你知道吗？哎、欸，那个不叫日记的，他没有生气啊。不是、啊，以前那个无名有没有？无名不是有那个网志吗？网志。那时候我们刚交往，可是我其实是电脑白痴，所以他对我很放心，因为我以前连电脑开机都不会。但是我们人会自我进化，我为了想要进一步了解他，我想要窥探他的秘密。好，生命会帮自己找出口，所以我就东研究西研究，哎、欸，我也会开机了，那我会进入无名了，我也会害入他的网志了，那我就看他、哦、每天哦感慨好多、哦，那个少女情怀总是诗嘛，他都会写一些那种，我是认为似是而非啦，什么沉默不是忍让。忍让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就是这种话，你讲什么东西啊？没有啦，女生在谈恋爱都会写这好，那让我知道，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按记下来了嘛。那有一天呢，我们在吃火锅，吃着吃着，我就突然喃喃自语：“沉默不是忍让，是为了……”你给我把人家日记念出来啊！这个不算偷看，因为在网站上啊。哎，他气炸呢。他有气在，他气到几乎要跟我分手。那个时候我们才刚交往没多久，他觉得你在笑他、啊。对，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笑了。我妈以前专门猜我的信件，哦，我妈也会，很奇怪，就是我那个时候已经念大学喽。我说你为什么要猜我的信件？她说有些东西你不要，我就帮你丢掉。我为什么不能猜？她说你是我女人，为什么不能猜？我说这是隐私权呢、欸。你为什么？我那时候每次为了这个，我跟我妈我们都要大吵，这种隐私的问题。对呀、啊，对啊，这是偷看别人手机，对不对，梦蝶、啊？就是有时候你在用手机，然后旁边的人可能就会凑过来，但其实他不是要跟你讲话，他只是想要看你在干嘛。然后你用一用，他就突然说：“哦，你今天跟谁要约？是不是几点在哪里？”然后就是代表他已经看到你手机的内容了，我就觉得很没有隐私，所以后来我就是换了那个防窥的，就是手机就是有那种防窥萤幕。那我之前我还有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就是我以前有一任男朋友，他想要看我手机的内容，然后他就因为他不知道我的密码嘛，他就一直试密码，然后试到就是我的那个手机被锁屏，锁起来了，就是他锁起来，然后不能用了，所以我那一整天都不能用手机，我就超生气的。而且他这样也伺机败露啦，对不 对, 對、啊、他等于就让你知道他一直要害入你的手机里面。对，那后来呢，你就直接告诉他密码了。我就跟他分手了。太生气了，就是你怎么那么极端啊？那隐私的问题就是感觉被侵犯啊，而且不被信任，对，不被信任的感觉，嗯。哎、欸，人家都是我以前也会啊，就是那个女朋友感觉神秘兮兮的，然后也是传完讯息，用手机就会盖起来这样子。盖起来。那我就一心想要知道她手机里面的秘密啊，嗯、我也是试密码啊，试密码没有一次会试成功的啦。啊，那个时候不晓得试太多次会锁住嘛。对。啊，果不其然，嘣就锁住了。然后呢，她洗完澡出来，她看她手机。嗯，好，发现了没有？他自己没办法解锁了，他就直接告诉我，你想知道我的密码，你怎么不用问的呢？哎呀，小朋友哦，来来来来来，我跟你讲，
他就直接把他密码讲给我听了，然后后来跟你分手，好可爱。对，他隔天也跟我分手了，然后他又换了一个密码。因为每一个人呢，都会有自己不知不觉的用语，还有习惯的行为，真的要好好检讨，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或者让人家讨厌你。因为有的时候人家不讲，不代表你不讨人厌，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开口，不好意思。对啦，那个。惯用动作不是不能做啦，就是你要做讨喜的，比方说你逢人都比，赞哦赞哦 ，OK OK OK， 啊，就算是敷衍，人家也是开心。那惯用语也是一样啊，你如果随时都把好话挂在嘴边，好棒，真棒，非常棒，舒适，真舒适，太舒适啦！谁没事会说太舒服？对对对对对，就像 OMG OMG OMG， 好，我什么时候会讲？我什么时候会讲这个话？一定是这个人有特别的表现嘛？比方说你突然唱更多 OMG OMG OMG， 然后你要听得就开心嘛。真的，我们要跟歌学一学。对对对，是老江湖。对啊，送大家一句我的惯用语啦，大家一定会开心的。就是我每次节目的尾声都会说啊，那大家啊开开心心的哈，我们就 Together Forever。谢谢大家，谢谢。